各位菩萨，用心，咱今仔日这么正精济啦，菩萨道路这么正，对有浩荡场，因为恁的庄严，现在的科技发达，安尼一播出去啦，全球看到哦。因为呢，这法啦，遍虚空啦，遍虚空法界。即卖科技发达，我伫遮讲，这个无限在这个虚空中啦，总是呢可以去撒播啦，哇，落地来啦，那每一个地方。只要手指头一指，你我在这一场，他们都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恁大家人伫我的面头前，这么整齐呀、啊！还有皈依菩萨哦，咱这个大场所容纳不下，还在其他的。那呢，讲这个空间来的不同的空间，你看，这就是哦，爱的能量，道场呢、啊，起开了。我们的道场是菩萨道场，我们的话，大家人现身说法，那分享经验，这个是菩萨。分享咱行过的足迹，真正有行过的脚步，咱牵手，牵手，行路，一二三，咱一个人牵一个，牵一个，三个人，三个人呢，就是众啊，众。数数奖 ，BQ BQ 呢？又波色又波仪，叫做四奖。还有呢，那人间佛法的数奖呢？以外，我们这个众生，众生，人生关怀众生啊。所以先度己就度人啦、啊，啊，要等家己会当得度啊，啊，阁真久啦。咱的心愿是行菩萨道，自度兼度人，有伴行菩萨道，那、啊、真正入人间，这呢就是行菩萨道。七祖，咱大家人本具佛性，七祖之心。但是呢，懵懂啦，生生世世已经懵懂啦。我们现在要学，因缘会当学。所以讲吼，行菩萨道，那就见啦。您看，您看人间偌济思想。咱就是边行菩萨道，边看人间苦难，还会体会到了无常无常，在人群中无常啊，难免行住坏空，生住异灭，吼、哦，最后生老病死。就是自然法则，人间积善呐，总是呢有聚有散，所以咱爱把握。咱现在有这个因缘啊，共同在佛法中，咱赶快
在人生无常中，总是呢把握今天，就是累积因缘。咱不求什么，只求今天做多少。所以师父讲，盘点生命，每一天啊，精神起来，加载哦。哇，脚手还好，我两只脚还可以着地，我还可以呢下船。我要做今仔日的代志，这就是我天天把握时间，行菩萨道啦。看到您吼台上台下这样的整齐吼，都是来带动人间千秋。总而言之啦，感恩千秋瓷器人，那以瓷器有缘呐，跟师父有缘呐，听师父的声。虽然现在的声啦，没有过去那样的亮丽啦，现在虽然啦，也是安尼破破的声，但是呢，我也真心啦，请大家人也爱用心听。总而言之啦。人人啊，好好的用心，代代相传，那净师法脉，我们要为佛教普及人间，为众生，我们要立灵根。所以，我们的大空间，每一位菩萨，师父感恩您哦，请进。菩萨从五毛钱的精神，一直到现在呢，似乎只干了一个心念：人人启发爱心，行入人间菩萨道。不是家己做念念，哪怕点滴啦，就是给他种一点的爱心，给他一分的因缘，这叫做度众生。各位菩萨，菩萨救星，长长久久，生生世世，传家，以善传家啦。那咱还搁在呢，合善呢，净化大地人间吼，这就是爱的能量。你看少年、中年吼，还有我们呐、啊，还有我们这个老年吼，其实。唔通想老，师父嘛无要想老呢，总是有一分的力量都无老。总而言之啦，人间永远永远，我最高最后，但是呢，我来生要过来，啊，恁要过对无？但永远都是行在菩萨道，叫做菩萨伴侣哈，感恩哦。互相相伴吼，感恩，祝福大家人福慧双修啦，天天都有这样的法喜心。各位菩萨，看大家人心嘛，就是这么虔诚嘛，这一念就是咱人人本具。的佛性，而且平时大家人所行菩萨道，真正的用心力量，真诚付出，主宰呢真诚的心，所以善真正的微妙的善心啊，所以真善美，看到现在。这么整齐的队伍啊，众人齐心啊，都没啊，
真善美人间，请各位菩萨，我们就是要这样。那一旦阿弥呢，人人在净化人间，这就是人人观世音呐，佛佛弥陀佛，那这种是呢，佛心、菩萨心呐，生生世世立愿哈，那立人间大愿立人间呐。各位菩萨，以过去那份爱，当前一直有吼，今生来世啦，生生世世，咱都叫大家人对师父行，哎，对好好哦吼，来来回回啦，感恩吼，祝福大家人大家平安啦，日日吉祥，感恩。